手杨培安他发起了希望的种子慈善演唱会，在这个月底要在高雄市的巨蛋隆重演出。他也邀请了一位布农族的视障歌手一起来演出。节奏再配上温柔又安抚人心的歌声，她是视障音乐人布农族的马惠美，带来令人感动的歌曲，为希望的种子慈善演唱会宣传活动揭开序幕。这一场由歌手杨培安发起的希望种子慈善演唱会，31日将在高雄市巨蛋隆重演出，安排视障表演者与艺人同台，让心身障碍者表现音乐专业与自信。说永远这些视障音乐工作者，他们的才华，他们的能力不会输给你已经认识的，或者是你已经知道的一些知名的歌手或者是乐手。他们只是需要一个更大的平台，更好的舞台，让更多人看见他们有这样的能力。他们需要让大家看见他们的努力，让更多人去感受到他们的音乐，他们的歌声传递出来的爱余光辉。艺人杨培安也在现场秀出好嗓音，音乐会特地邀请布农族的马惠美一同演唱。这一次的这个高雄巨蛋演唱，我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荣幸哦，因为可以跟一些线上的一些艺人合作，我会觉得从小虽然是有这个梦想，但是呢，没有想到说，今天可以跟线上的艺人一起演出，我会觉得非常的荣幸，而且非常的开心。马惠美也站出来支持慈善音乐会，希望各界一起响应。记者牡丁高雄市采访报道。